互动中有粉丝将黄子韬在微博中晒出的浴室自拍进行修图，结果他爆出一直以来自拍不修图的原因竟是我不喜欢拿些软件弄我自己的脸。随后有粉丝晒出黄子韬童年照，并留言称其小时候太可爱了，而他却傲娇回应那时不可爱能有现在的我。接着还有粉丝想跟他 PK 游戏，他居然毫不留情面地表示太菜。不仅如此，还有粉丝表示我喜欢你性格比喜欢你帅有才还多，然后他却回复我喜欢我的一切。最后还有粉丝问他起床了吗，他还不忘把自己夸一把称早就开工了，我那么勤快的人。整个互动像极了老友间的闲聊和调侃，十分轻松有爱。此外黄子韬今天还在 INS 上晒出一张自拍，并留言道如果你喜欢我那请你认真听我的音乐，如果你只认识我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没事，我会慢慢让你认识我然后爱上我的音乐和其他作品，别急时间还有太多我怕用不完。